你知道吗？俊男来之前，我曾经还有另一个 VJ， 因为一个 VJ 跟追不上他，会跑丢，跟不住，会跑丢。有一次也是夸一顿跑，跑完之后，当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我在那气喘吁吁，我不行。我扭头一看，那个 VJ 在旁边，我说你没事吧？跑着就出去吐了啊！后来呢，那个 VJ 就，我就再也没见到他了。他怕了你了。他从跑男组调离了啊！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棚内节目，不知道是王牌还是什么的，我过去的时候我刚好哎，我说你不是曾经我的 VJ 吗？他坐在那儿，对呀、啊，在这儿多舒服，不用跑，固定机位。